哎呦我去！最早樱桃还在樱桃树上慢慢成长，当樱桃成熟的时候，小小的樱桃只有这么一大点，不过伤害还是非常靠得住的。樱桃长大后，如果跟辣椒在一起，再给它两一颗能量豆，辣椒樱桃它们的威力更大了。哎呦不错哦，厉害。那么如果樱桃跟魅惑菇在一起，再给它俩一颗能量豆，魅惑樱桃你值得拥有。我超勇的好不好？佩服佩服。如果在投手家族中间来一颗樱桃，再给它一颗能量豆，樱桃投手，哇靠牛逼，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，牛掰。那么如果一直给樱桃吃能量豆，那么可怕的事情发生了，樱桃变异了。